者方慧宗台北报道。瑞士高级钟表品牌艾比 AUDEMAPITUET 日前邀请16位来自全世界的杰出高尔夫球品牌大使及艾比的贵宾共聚奥兰多，在诺纳湖高尔夫及乡村俱乐部 LAKENONAGOLFANDCOUNTRYCLUB 展开一场特别的体验。艾比的贵宾来自世界各地的64位腕表收藏家，在这次盛会与多位技巧超群的职业高尔夫选手会面，如英国选手丹尼威·厄里特 DANNYWILLETT 斐济传奇维杰辛格 VIJAYSINGH 等名人，高球领域中的第一名 YOUTUEE 冰岛 MEANDMYGOLF 在练习场先安排了一场充满趣味的团队竞赛，将大使展现高超技术，之后由高球特技艺术家塔尼亚泰尔 TANIATARE 及美国高球选手们斯利布莱恩 WESLEYBRYAN 相继演出展示非凡技技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来自纽西兰28岁的塔尼亚以花式高球在社群媒体上窜红，此刻更正式成为艾比家族成员之一。开场表演后，高尔夫职业选手带领各自的团队前往诺曼湖的各个球场，与艾比收藏家进行久动的竞赛。艾比同步发表历经4年的书籍研究与撰写，终于完成首部20世纪精密腕表书籍，成为表迷在眼中表演化的另一项珍贵藏品。艾比行政总裁 Remorse Benavides 左右集结世界高球名人组成艾比高尔夫球梦幻团队，与腕表收藏家在诺纳湖高尔夫及乡村俱乐部展开特别体验。Ultimate Bigot 提供艾比集结世界高球名人组成艾比高尔夫球梦幻团队，与腕表收藏家在诺纳湖高尔夫及乡村俱乐部展开特别体验。Ultimate Bigot 提供艾比集结世界高球名人组成艾比高尔夫球梦幻团队，与腕表收藏家在诺纳湖高尔夫及乡村俱乐部展开特别体验。Ultimate Bigot 提供艾比推出首本关于20世纪精密腕表的品牌书籍。Ultimate Bigot 提供。